西元1895年，元清帝国因为甲午战争战败，将台湾平和割予日本，从此台湾进入日人啊时代。台湾人不愿受外来异族的统治，就安尼展开各种抗争的行动。在这阵抗日志士内底，有一个来无影、去无踪的异贼，伊处置欺压百姓的官员，替人民出一口气。伊去抢、去拼这些歹心毒行的好野人，救济社会上的艰苦人。伊是日本人的眼中钉、肉中刺，台湾人的大英雄。伊的名声叹全台，伊的故事同人知。伊就是传奇人物廖天丁。袂歹吼，不够正。站嘞！切！低头等。是你。赞哦！
请问しっかりしろ。今度こそ両店長を逮捕するぞ。ふん。はい。あ、好。喂。
我知啊。
卑怯者！
you
Yeah.
我是在看鸟无点呢，低头要点灯。别话机。别话机。
是你。聊天天，哦，哈，嗯？好。没问题。大家啦，好。
高等警察課ですか。王文忠的金库替百姓讨一口气，这个过程中又搁熟悉28俗岁的清风，无意中搁去捡到一块古早令牌。另外一方面，北京察使新上任的署长杜田，伊甲廖天丁的未来有甚么款的冲突？同一个时间，两个乌影人当伫咧密谋邪恶的计划，这和天丁搁有甚么款的牵连呢？听歌，咱继续甲看落去。第二回，兴起丹药切烂。